台湾最受欢迎的女子组合 SHE 终于来到澳门，举办了他们梦寐已久的演唱会。 Selina、 Hebe 和 Ella 三个人一起在舞台上表演了他们最热门的歌曲。在一场选秀比赛当中，分别以各自出色才能而胜出的三个人被随意的挑出，组成了一个女子组合。自他们组团以及2001年第一张专辑《女生宿舍》的发行， SHE 随后一共发行了10张专辑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使他们的感情如此坚固。上天给我们的一份礼物，还有一个缘分，让我们可以一起合作这么多年，而且珍惜彼此，然后对，非常珍惜彼此，而且都已经完全进入了彼此的生命了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天赐良缘，觉得这种缘分很得来不易。因为我们的感觉，我们又生活在一块，我们工作在一块，所以我们经历的事情都是一样的，然后那种心情是彼此最能够体会，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革命情感，然后更超越了家人，就是经历更多，你懂得也更多，了解就是你经过风风雨，你发现原来他们真的是你身边就是一直永远不变最支持你的人，然后那种爱会更坚定。对，然后越长大，智慧本来就越多，会越懂得珍惜对方，就会越来越相爱。开心就是成功。对。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这一秒很幸福，就觉得很成功了，然后你很满足于现状，你就是成功了。我觉得创作好像这两三年的事情，其实这两三章才有。最近我们就是在忙着我们的书，我们即将就是应该在暑假的时候吧就会发行了。那大家有些人应该都听到那个歌曲嘛，经常都可以听到那个歌曲，所以我们在处理书的部分。对，都在忙这个书的部分，然后 Ella 就是在拍戏，日以继夜的在忙书，然后书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，然后我要去玩了。哇，没有想那么多哎，只想要就是很顺利、很成功的完成这场演唱会。不过今天我必须要承认，我太紧张了，因为我们很久没有一起三个人上台。但是我觉得能够在三个人一起工作很开心，因为我们好久没有三个人一直在台上舞台上唱歌。然后呢，前阵子大家都各忙各的，然后我拍戏什么。然后当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彩排、练舞，然后唱歌的时候，我们三个都有一种感觉，就觉得好开心、好幸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三个又可以聚在一块。对，我们有数位专辑。对，然后是我们第一次在网络上发行一个，就是不是实体的数位专辑。然后呢，那明天我们也最近也接了一个电玩游戏的代言，然后明天在北京会有个记者会。那我们也为了那个电玩代言唱了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，叫做《可爱万岁》。然后我们三个人呢，在里面那个 MV 里面就是大大的装可爱，非常的可爱，可爱到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了。对，不会，我很有自信，我们真的很可爱，可爱到疯了，真的可爱疯了，真的可爱万岁。